好，大家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当一颗聪明的茶叶蛋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，上一次我们就是玩到这一关了，这个要直面危险。然后后来的话，基本上的话呢，好像是要就是用我们的门吧，好不好？稍微有看到有瞄到大家这个那个留言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左边这个门啊，好像是你要移动的时候，它才可以就是那个才可以就是那个动它，要不然原本一开始是没办法动的。OK， 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这边的这个门的话，哦，它原本是就是那个。它原本是就是定在位置上不动的，但是你只要移动，它就可以动，大概动到这个地方，只要直面危险那个地方来了，你就可以动，然后把它开门之后，让这个雪怪掉进去，你就可以就是通过我们这一关了，所以这关根本就也没有直面危险啊。好，中间的帽子，白痴哦，太快了吧，完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你要拆帽子，然后你如果拆错的话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就没办法了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啊？有什么可以作弊的东西吗？透视眼之类的。这按哪一个，然后都会被那个弄爆。中间不行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感觉就是也要有一定的那个，也要有一定的那个什么。哎，那我们可以那个吗？我们可以一次用比较多个吗？三个一起哦。三个一起按之后，那两只那个雪怪看到自己看到一起，然后彼此相爱，然后就结束了。OK， 所以是要三个帽子一起点啊，因为我刚刚有发现好像可以一起蒙混过关哦，一定是这个啊，用八七用这个用屁股想也知道一定是这个。哎，不行吗？我以为可以耶，那这个嘞？哎，这个也不行哦。码头姑娘，码头姑娘就不行，还是怎样？这样可以吗？这蛮可爱的，还是我们可以把那个移到它哦，门吗？傻小啦！这块要用门，用门就可以了，轻松惬意。看一下啊，轻松惬意应该就是很简单的吧？哎呦，胜利了吗？没有吗？哎，那不是轻松惬意吗？胜利了，胜利了，给我过啊！胜利了吗？完了。果然没办法那么轻松惬意，有鬼有鬼有鬼，怎么办怎么办？怎么哪件东西是可以动的？有吗？哇，胜利了吗？所以有一个暗门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嗯，欸，他这次不会死欸。以前基本上不是都会死的吗？他这一次居然不会死欸，他旁边是有底的，所以有可能是最右边，因为他不会摔死。哎呀，走开啦！嗯？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拉？也没有。哎，欸，他居然不会死欸，胜利了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一关怪怪的，还是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把它往上挥。有可能？有可能没有？这个嘞，往上带没有？GG啦，各位，有鬼！我被困在这个。没有门的地方了，这门怪怪的。我先看一下哪边还可以继续拉，哈，滑爆滑爆，各种滑。我记得之前这个50就是关卡这边也是可以滑的，对不对？完了，轻松惬意，确实很轻松惬意啊。旁边吗？没有。
胜利了吗？所以这个应该是假的，还是有什么字可以点？胜利了吗？点胜利可以吗？还是这边有什么鬼？哦 ，OK， 你要把那个字拉上去，它才会有那个框框出现。OK， 你厉害，服务还没到。那张符是到了吗？嗯，不对哦，那感觉是不是要让它倒过来啊？这样。什么？哇，我好聪明啊！这个春联就是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烟花的妙用，来，烟花蹦蹦蹦。什么？是可以把它转方向炸它的吗？不行。烟花的妙用，还是把烟花移过来。哎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各种乱拉，各种乱拉，烟花，救一下，哎、欸，哈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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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聪明啦我，可以耶，这个啦，哦，回转键，舒服舒服，我、哦、越来越聪明了，送个红包，好啊。送红包，来看啊！不是送红包给你了，你还在那边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门也可以换，那可以了吧？够近了吧？哇，你不是要红包吗？哎，都给你红包了，你还怎样？等一下，一定有鬼。我们可以拉他哎、欸，哦，甩红包 ，OK。原来可以拉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甩他啊。可以可以，越来越聪明了。常回家看看，好啊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常回家看看，一定是这边。叫我们常回来这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叫我们常回来，还是在这边？也不是。常回家看看，要回几次？哦，回家了。常回家看看可以，易燃易爆炸啊！完了，他被吵醒了。哇 ，OK。哇！只要动了就爆炸嘞、欸！哦哦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拉那个引线。但我看好像可以拉那个引线，什么？干干干干！拉这个引线可以拉超长的。可以，毛孩子串门。哇！三小了啦，毛孩子串门哦，拉高一点，这个拉高一点，可以吧？好，嘿嘿，聪明如我，我越来越聪明了，各位，精准着陆，我靠，好像有点难欸，这个，这没办法哦。有没有哪一些云是可以动的？精准着陆，哪边哪边哪边？我按错了。你在玩这个，这个是要一直那个哎、欸，下面都是那个哎、欸，都是刺哎、欸，那也没办法哎、欸，还是这个可以拉、啊？有什么东西可以拉的？
拉拉拉，有一块云应该是可以拉了吧？我觉得。哇，这关就有点麻烦了，各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精准着陆啊，就玩到这边了。大家觉得这一次的话呢，这个挑战要如何度过？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一些想法咯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哈，我们今天算是通过还蛮多关。你们觉得这几关哪一关最有趣呢？我觉得那个，那个刚刚那个真的超白痴的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那个可以理解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设计的都蛮白痴的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有一关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，忘记哪一关了，不是这个钥匙的。钥匙就还好，其实有一关好像超八七，回家看看也不是，是哪一个？五十二吗？啊，对啊，烟花啦，烟花这个超好笑的，你看你要把这个拉过来就可以炸它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很有趣。好，那目前来说，我们今天玩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叶蛋大冒险。目前大家说我们这个57关精准着陆，大家要如何着陆呢？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给大家知道咯。那我们今天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品仔，见喽，大家拜拜。